小马，通。よし、要顺着毛红刀，那匹走红马，就路线已接近，好不好，春子小姐？我也是战斗的第一线。春子小姐，这就是第一线，在关键中就有生命危险。 これは私が死ななくて初めて見る戦闘よ。前線に行かないで、どうして軍人の勇敢さが取れると思いますか？どうやって彼らの封鎖を国民に伝えればいいんですか？春子，你去保护他，知道他是解放军的子女，快去！哎。 再不下令，我就开枪了！你他娘的，赶紧滑出来！春子小姐，请把帝国军人的威武身影留下。拜托了。嗨。前进！ 春子小姐呢？看到了春子小姐了没有？没有看到女人。白不溜，飞！政委，最近打得很苦啊，你的老伙计都瘦了。哟，你这个老伙计回来了，快说说外面的情况。 郭长洲他们正在往回赶，这小鬼子差点被咱们连锅端。打得好啊！最近你可够辛苦的，咱们损失大吗？咱们有10名同志牺牲，另外还有18名同志负伤。王文庄就郭长洲一个警卫连，咱们损失不起啊。军区的直属独立团已经安全地转移到了清河的北岸，还有其他的兄弟部队。
也按照部署越过交济铁路转移到了大青山一带，现在就看咱们的了。王文庄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，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设法突破吉野的包围圈，越过小清河与兄弟部队会合，然后在吉野的后背上狠狠捅上他一刀。混蛋，女性をそんな目で見るなんて本当に教養がないのね。闭嘴！说我呢？你他妈才混蛋！快走！没事。哎，我说你行不行啊？替你背会儿。哟，中尉啊，那太好了，给！去！你每天多吃两馒头白吃的，背着。俩咋了？都革命兄弟，我要多吃四个的，不是多吃六个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报告连长，我没事儿。你干嘛呀？你吓我一大跳。你呢？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像有事儿的。就你会逞能，你对人日本女人怎么了？人家说你没教养。我没怎么的呀。这他妈日本娘们！哎，你离我远点。凭什么呀？都是革命同志，我为什么非要离你远点呢？哎！不是你们眼里有没有领导啊？俺们村的房子都被鬼子烧光了，就让俺们进去吧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对，过去吧，大哥，让我们进去吧，进去吧。现在还不能进，得向上面请示。我们老百姓为了保护你们八路，死了多少人？再往里走了，再往里走，开枪了，枪放下。这枪是干嘛用？打鬼子用的。那你他妈现在在干嘛？连长，军区机关刚刚转移到这里，现在情况复杂，万一里面有汉奸怎么办？啊，这么着吧，先把百姓放进村，集中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去找马司令问问。啊，看什么看？我跟了马司令十年了，我不了解他吗？马司令不光会放百姓进去，还得给百姓治伤呢。王林，做好准备。明白。放人。这样吧，你继续在这站岗。乡亲们，跟我走，不要走乱了。季野将军。这个清河湾方圆十几里，里面大小村庄七八个，就算我们杀进去，没有个把月，恐怕也很难彻底消灭土八路，更别说找到马洪涛了。啊，再说里面芦苇丛生，易守难攻啊。难道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吗？哎，有！现在皇军的兵力主要驻扎在葫芦口，只要我们死死守住这块就可以了。这葫芦口是清河湾通往清河北的唯一出口，只要我们守住这儿，土八路插翅难飞，打不死也能给他饿死。陈忠阁下。你再一次让马洪涛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吧，将军，那绝对不是马洪涛。八路总部机关只是一小股八路企图突围。马洪涛非常狡猾，不要随便下结论。嗨，请将军增加兵力，不要烧毁芦苇荡，在三天之内找到马洪涛八路总部机关，我说马洪涛。你还有话要说吧，将军。对不起，我
没有保护好春子小姐。啊！春子小姐怎么了？春子小姐不听劝阻，只要去作战第一线，被土八路抓去。为了吸收之主，请将军补充兵力。我要杀进芦苇荡，先速救春子小姐。你休息几晚，今天辛苦了。嗨。将军，您真是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接下来什么任务？清河滩的芦苇荡，连绵十几里，很适合打游击战。可时间长了，我们也扛不住啊。所以呀，我们要想办法尽快突围。是，葫芦口是唯一的突破口啊。鬼子呢，又在那重兵把守，咱们就八十来号人，咱打不出去啊。有时候啊，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把守最严密的地方，往往也是最薄弱的地方。对，长城，啊，今晚你派十个人去葫芦口骚扰鬼子一下，注意不要过多纠缠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再辛苦一趟，继续骚扰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马司令啊，这用的是麻雀战，得多骚扰他几次。这小鬼子呢，肯定会麻痹大意，然后咱们再找准一个机会。浑水摸鱼，我就出去了。哦，这就是麻雀战啊！明白了。那个司令、政委，那个我吃好了，我去给王林传达命令去。啊，等等，啊，把这个给王林带上。你给我这个干嘛呀？我是去传达您的命令啊！你个臭小子，关键时刻该表现就表现表现嘛，嗯。其实我们俩呀，就是特别普通的革命同志。你们俩想太多了，走了啊！好一个普通的革命同志啊！天亮以后，你带几个人，专门整中国老百姓，潜入清河的芦苇荡，想办法找到八路军，找到村子。嗨嗨，给你两天时间完成任务以后，赏你两个金条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要是行动失败，小心你的人头。啊，明白。那我先去准备了。等等，堂堂大日本帝国将军的侄女，居然落在八路军手中。您的意思是？如果营救失败，绝对不能让春子成为八路的俘虏。将军，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我们都是对付战争的一颗小棋子。你、我还有春子，不能因为一颗棋子而全盘皆输。我相信春子的父母会理解我的。将军，您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呀！嗨。我去给你烧壶热水，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吧。
俺的部队上有细菌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杀了俺们多少人呀？我的小记者，国际公约的守门人的意思。他说的啥？别管，记者。他是记者，不是鬼子。俺不管，反正俺知道他就是日本人。滚出去！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别骚扰俺的家！哎呀！一会儿好好说。 哎呀，俺的娘啊！俺那狗生啊！俺的爹死的刚好惨啊！那日本鬼子就在那眼给前了，可怜俺不得给他俩报仇啊！这日本狐狸精啊，他狗混儿啊！他在说什么？抗战爆发以后。 你们日本军对肆意屠杀我们中国的民众，他的丈夫和孩子都是被日军所杀害的。我在国内看到很多中日倾向的消息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眼见为实，你很快就能看到事实。嫂子，连炮一声的眼睛也都给迷住了。嫂子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。 别人给笑话！我的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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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林同志，马司令有命令传达给你。是。那个，别伤心了。那个，我们传达点命令。 您能回避一下吗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啊？来来来，怎么了？吃吧。不要。马司令让我给你的必须吃。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这个给你。 什么呀？这是日本糖，一个商员给的，可甜了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你快吃吧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等咱们突围成功以后，咱俩一人一半。行了。哎，马司令让你来下达什么命令啊？ 命令啊！那个，你不是跟马司令汇报这个日本娘们是什么东京日报社的记者吗？对吧？所以啊，这两天除了工作以外，都得带着。一，咱得保证她的安全。这日本娘们对咱们很重要啊。二，多带她看看，能把咱们根据地的情况传出去最好。嗯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 没了。走吧。哎哎哎，我来陪你待会儿呗。我还得照顾春子呢。走走走走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啊。哎。啊。记得一块吃糖。哎，老大。 你这就咱这三个人，是不是也太少了一点？咱是去偷人，不是去抢劫，要那么多人干啥？收拾小舅，瞧你这屌样，一看就是汉奸，哪点老百姓的样子？老大，这清河的芦苇荡方圆几十里，去哪照八路？上哪救春子啊？要我说呀，这小日本他就是水土不服，要是我当司令，早把八路给灭了。 你们想想啊，这老百姓的房子给烧了，能去哪儿啊？一般的村子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去了也没用啊。可只要八路在，给吃给喝给住，有病了还给看病。我知道了，老大，逃难的老百姓去哪儿，八路就在哪儿。哎，对了，这老百姓啊，一旦发现八路在哪儿，有的还专门跑回去报信儿，叫上自己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。哎，老大，那你说的意思，只要咱们有老百姓的地方走，就能找见八路？哎。
恁的鳖孙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也。纱布。眼睁睁地看着他，马飞，剩下的不多。疼，疼！快！坚持住，坚持住！疼，疼！一会儿就不疼了，坚持一下啊！我要回家，回家。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救不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他就是被你们日本军队用刀捅破了肚子，刚来的时候自己抱着肠子，是我给塞进去的，这就是你们说的中日亲善吗？对的，你不是记者吧？你不是有相机吗？你拍呀，拍呀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姐姐，你病了吗？给你苹果吃。姐姐，你不哭，你看我都不哭。你俩死的时候我哭了，不过现在我长大了，所以我不哭。姐姐，你想你爹了吗？他一小会儿没见过爹，我就开始想他了。守候的，在这一开枪，那边马上开火。记住了啊，咱打的这是麻雀战，打两下就跑，听见没有？明白。不用在意，把他们赶走就是了。可是，你知道中国的孙子兵法吗？听说过。中国人上到元首，下到平民，对孙子兵法都略知一二，我们一定不能中计。撤！你们先走，我掩护。快！走！快点！这么说，您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。马洪刀比我更清楚。
俘虏国是他们唯一的出口，他们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，就是想在我们麻痹大意、放松警惕的时候突围出去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还是坚持我之前的策略，一半兵力原地驻守，一半兵力在周边巡逻，一旦发现八路，立即予以歼灭。明白，将军英明。怎么样，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，兄弟。大牛，走！他娘的，不会轻点啊！你再把那小日本给整死了，他敢勾我，得炸我！俩人走，走。看，八路军来了！是八路军，是八路军！太好了，爷爷。看见没？有八路军，就有马洪涛，有马洪涛。就有春子，老大，你真的是这个吗？就是，就知道拍马屁。现在我命令你进村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村子里有没有个日本娘们，然后赶紧去报信，不要去县城，直接去多田那儿，就说你是我的人。哎，没问题。你进村去看看春子住到哪儿，有多少人看守，然后咱们想办法一起营救。臭小子，听说你收获不少啊！就抓了个日本兵，董政委和王林他们正审呢。嗯，这些个日本兵啊，他们崇尚的是武士道精神，个个都是战争机器。要想从他们嘴里边掏出点东西来，不比虎口夺食容易啊！软的不行，咱来硬的呗。你呀，要多用用这个。我这不是一直都跟您学着呢。去了一趟葫芦口，有什么感受？这日本兵啊，确实是武器多，兵力广，就咱们这80多号人不好搞啊。所以说，持久战我们搞不起啊。是啊，听说粮食也快没了，王林那边的药品也快用光了。这样，今晚你从警卫连派20个战士，分两波，去骚扰鬼子。要让小鬼子睡不着觉，其他人抓紧时间休息，原地待命。要那么大动作呀？游击战、麻雀战、车轮战我们都用过了，接下来就是36计，走为上。这么快就上？小日本鬼子咬舌自尽了啊！死了。政委刚问了几句，一开始他嘴挺硬的，后来就说话了，可老说什么天皇万岁什么的，再后来就咬舌自尽了。这傻小子！哎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找马司令汇报啊。汇报什么呀？人都死了。再说马司令早料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就这小日本，当时我就应该打死他。哎，你可千万小心点儿，丁大牛都受伤了。子弹可不长眼啊！子弹就是真长眼睛，那他也得绕着我跑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死不了。咱那糖不是还没吃呢吗？吃完那日本糖，咱是不是还得吃点别的糖？什么糖？哎呀，喜糖啊！我先走了。
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反正我等着你，等革命胜利了，你等着吧，啊。真好看呢。是。你们是谁？啊，春子小姐，我是吉野将军派来救你的自己人。哦，我们见过的，记得我吗？你赶快穿衣服。我带你回县城。这娘们身材可真好。陆军，俺就得啥都听您的。我问你，那八路军是不是老百姓的队伍？当然是啊，那是老百姓的队伍。这老百姓总算找到报仇的机会了，那你咋还拦着呢？你应该帮俺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嫂子，他跟咱们一样，都是老百姓，跟杀人的小日本鬼子不一样。他是老百姓，他不在家里好好过日子，他来到俺井上干啥呀？今天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非打死他，为俺那五条人命报仇！打死这个！我这边谁敢动他？给我拖出去！哎，不是嫂子，拖出去！嫂子不能杀人！乡们，天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走吧。哎呦！你都看到了吧？要不是有深仇大恨，他们能这样吗？是受平命受伤了，但我没有看到。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这兵干的，我只相信我的眼睛。那你就把你眼睛看到的，如实的报告给你们的国民。天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住在这儿。不用不用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村子里的人都盼着你死呢，你就不怕有意外吗？那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吗？天不早了，赶紧休息吧。我很压抑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走吧。
是吗？村主找到了。是，林军的手下刚刚给我汇报，亲眼看到村主了。亲眼看到林军现在正在下河营救。这么说，马洪刀就在王稳庄。是的。那就再看看，看李杰能不能救村子。 江军放心，我已随时做好准备，一旦林军行动失败，我就立刻进入我们庄，全力救出小姐。战斗一旦打响，要救出一个人，谈何容易啊！这，你要记住，绝不能因为一颗棋子休掉江半旗。嘿。 你是东京大学毕业的，我们还是校友呢。真的吗？怪不得你会说日语呢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校友。哎，毕业以后你就做了记者？是的。为什么来中国啊？我虽然是女子，但是同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。 为大日本帝国做贡献。你呢？为什么离开了日本？因为我们的祖国受到了侵略，我要用我的方式保卫我们的国家。对不起，你可能对我们误会了。我们帝国军人不是侵略，是来拯救你们，来建立战斗营、光荣圈，和我们一起。 分享黄道路途，你见过扛着枪抬着炮，到处杀人放火的拯救吗？你们日本军人在南京，惨无人寰地屠杀我们的百姓，强奸我们的姐妹同胞，把南京变成人间地狱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拯救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作为记者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来之前，得到的是日中亲善的。 兵分三路，老董，你带上机关工作人员去伏羲。好的。王林，你带着伤员去湖东。是。有的老百姓要想跟着一起走，就把他们也带上。老人和孩子优先，我带郭商周的警卫连去葫芦口，在那儿我们摆出一副誓死突围的架势，吸引敌人重兵，凑合你们突围。马司令，您还是跟董政委一起吧，我保证把敌人重兵吸引过来。好行。 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哎，等一等。老王，这不才刚分开吗？你可千万小心点，别老逞能。哇，这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，没事儿啊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不好。我告诉你啊，王林同志，咱们可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。 你这是迷信呐！反正你小心点儿。知道，真啰嗦。走了，待会儿见。哎，我还等着跟你一块吃糖呢。老乡们，你们先上船吧。还是伤员先上吧。 小心点啊！春子小姐，你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快快走，快！
别上来，那女的。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！老乡们，赶紧上船，咱们没时间了。司令，您这满世界的溜，那小日本能看见吗？能，他们就是看不见我这张老脸，也能看清我这匹宝马。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司令，随时可以准备出击。小鬼子果然发现我们了，传我命令，看会儿。是。挺住！遵守你的承诺，把你看到的告诉你的国民。王林，王林！司令，我们突围的士兵都让鬼子打回来了，都被鬼子打回来了，鬼子。在芦苇荡里有很多巡逻的士兵，咱们损失大吗？现在就知道，政委受伤，王林牺牲了，其他的都还不清楚。快，传我命令，叫郭成柔、戴景卫连赶紧撤回王文庄，一分钟都不能耽误。是。Thank you.
连长，连长，那个马司令走那有点事儿，咱得先过去。连长，没事，没事，啥事都没带的，没带啊。我说没。累死了，困难一点。臭小子，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？十年了吧。一眨眼，十年都过去了。那时候，你小子还没长胡子呢。我记得那年我带着队伍路过你们那儿，你小子正在跟别人打架，冲到我的队伍里，差点没被我的马踩死。幸亏您当时拉了下缰绳。你现在的心情，我能理解。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。父母上去占有自己的爱人，
一个个都走了，这种事情，别人怎么说都不管用。只有靠自己，靠世界。好在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还是个战士，是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是。你要是男人，是战士，你就给我扛起来。 既然选择了抗战这条路，就是出现再大的牺牲，你就是跪着也得给我走完。 谢谢你救了我，八路军一直跟我们到游击战，这一次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军。 将军，我知道春子小姐住在哪儿，您就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吧。马洪涛已是万众级别，这就他是早晚的事情。万一天发起进攻，并不会影响大局。但就像您之前所说，战斗一旦打响，要想救出春子小姐，那就太难了。因为我的儿女要让齐民。 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，深入虎穴，我还是于心不忍啊。郑总小姐是战地记者，如果她能把我们在吉娜的战功不断传回帝国，那会激励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军队，所以她的作用是人民士兵没法比的。 那就拜托你们了，请将军当我的好消息吧。等等，虽然你没有救出村子，但是你打听到了马洪刀藏在哪里。这个，拿去吧。 这是将军，我不要你，你还让我这个顶着这个大肥脑袋，我已经感恩不尽了。让你呢？你住哪？那谢谢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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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将军。要在村口修筑工事啊？照目前的情况看。 杰这只老狐狸肯定知道我们在王文庄，昨天我们突围失败，他一定会乘胜追击，连夜调集兵力包围王文庄。是啊，这王文庄三面环水，只有村口是必经之路，所以村口是鬼子最有效的进攻通道啊。常州，你让你的警卫连轮流上，连夜在村口把工事给我修好，也可以多动员一些老百姓。另外，小鬼子送给我们那些地雷。 一直都没有舍得用，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明白。看起来一场恶战等着我们呢。快，快！来，帮我一下。
你看他那熊样，要不咱俩再劝劝他？他那臭脾气你还不知道啊？让他自己待会儿。我都想不明白，要不这日本娘们儿，我那也不会死。 我打死你！说，说你在哪呢？不知道。赶紧说，要不然宰了你！日本狐狸精，两个钱就出去了，俺没见人。 你带四个人到村子里去收村子，我们在这里等。哎，你们四个跟我走。我跟你说，有啥吃的喝的，赶紧拿出来，把皇军伺候好了，别自找苦吃。快进！你这娘们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呸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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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连长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们俩先走，我得去那日本娘们那儿看看。连长，你可不能冲动啊！司令都发话了，我哪敢啊？我就是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亡灵的东西。那要不俺俩陪你一块儿去啊？回去睡觉去。走走走，冲动都冲动了，弄死算了。人家不是记者吗？ 后来我一枪就打到他的眼睛，直接就给他撂倒了。站住！ 那是你们的日本兵。
你尽尽地，不必自责，完成好下面的任务吧。哎，请吉安军继续调集一半兵力，由你亲自带领进攻王文庄，另一半兵力继续在葫芦谷和周边巡逻，不能放过洛万基鱼。那郑子小姐呢？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，拿下王文庄。 消灭马洪涛和他的部队，其他的不用再管。嘿，郭成洲，到。让你的警卫连做好战斗准备，鬼子一旦进攻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守住阵地。是。王文庄三面环水，鬼子从水面上进攻，那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们要严加防范。老董。 你带上机关工作人员，也可以多动员一些老百姓，严密监视湖面情况。一旦发现敌人，马上派人报告。好的，红英，到。你带好伤员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另外，那个春子也和你一起走。是。只要把敌人的全部兵力吸引过来，机关和伤员才能够安全突围。这可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！那就啃呗。说得好，那咱们就。 分头行动吧。哎，陆星，嗯，你知道他最后说啥？你别杀我。他说啊，我不是汉奸。你说这人呢，当啥不非要当汉奸呢？他，这不过你还别说，我再想想。 这我死的时候说啥？你丁大牛能不能吃？你就说，老天爷，下辈子让我吃饱点。我都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谁临死的时候还来得及说这个呀？那说说，你想说啥？ 我不想这个。谁也还不想这个嘞。你想不出来说啥？林大牛，哎，司令室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连长，你说这小鬼子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地雷一响，鬼子就不远了。不然不就死了？ 让他是一个吉纳人散开了，继续前进。都散开，往前走。乡亲们，反正都是个死，咱不能替小日本死。乡亲们，往回走，不能替小日本死，不能替小日本死，不能替小日本死。射击。 连城，咱还有带枪声的呀！鬼子不可能打自己人，除了我们，就是老百姓了。王八蛋，狗日的！继续袭击！ 命令，绝地处决，继续前进。对不起，春子小姐，你不可以离开这里。你犯了我，我有办法。停止作战。 进攻！把脑袋都给我缩回去，还不到开枪的时候。你能叫日军停止进攻？因为继业将军是我师使。你们的关系，就算是你不说，我也能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啊。那可以吗？
你的叔叔吉野和我是老对手了，我对他也算是比较了解的。作为一名日军的高级将领，他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，绝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停止进攻。请你相信，我可以的。春子小姐，这场战争不会因为你和你的叔叔而能够改变。你的心情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请你相信，我们八路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，并且会在合适的时候把你送到你叔叔身边。前进！连长，开枪了！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开枪！等等，再等等。这回要请救兵喽，下马。是。也亲自上阵，我军伤势惨重，请将军允许调集葫芦口其余兵力，将马洪涛和他的部队一举歼灭，否则将前功尽弃。司令，我们又把敌人打退了，别高兴太早。那是搬救兵去了，大战还在后头呢。司令，咱这回用的是调虎离山吧？进步很快嘛。石头，到。传我命令，叫董政委和红英带上各自队伍，分别向湖东和湖西上船突围。是。司令，这回您也得走。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和你一起啃这块硬骨头。这次您必须走。臭小子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丁大娘，过来。那啥，把马司令护送到董政委那儿，看着船开才能离开。走。哎，那走我马了。马在，鬼子就相信司令在。快点。司令，你请。郭长洲，你小子干嘛？你别胡来啊！军分区老老少少都指望着你。快点！那司令，对不住你了。你，郭长洲，老子毙了你！你就是枪毙我100回，我还做你的兵？老子毙了你！哎，小江，你这还有子弹呢，给我吧。来，我就两颗了，我自己还留着呢。你枪法那么烂，留着也是浪费，给我。我枪法还烂，我刚才打了3个呢。打死3个你还好意思说，多丢人的。拿来。
生气吗？我跟你开玩笑了啊。留着吧，留着吧，啊，不抢了，留着，留着。鲁强哥，还是给你一发吧。能要你的吗？我真给你。你枪法那么准，欠你份人情。连长，完成任务。送上船了。划出板底，我才回来。赶紧休息，准备战斗。啊。我可以说服事实，让他们停止作战。你能说服得了你们天皇吗？跟我回去。汉娜斯蒂，放开我！川子，川子，站住！汉娜斯蒂，川子，川子，站住！川子危险！士兵全部给我杀出去！都杀出去了！什么？我有报的没有？有，不多。我亲自去。啊！打！打！打！
上着膛，上着膛，为祖国，为家乡，上着膛，上着膛。